这个是上一茬种的甜瓜，就是秋茬甜瓜，这两天开始安排工人去收拾这个棚了啊。这是我们用的无土栽培，用大桩的方式去种植的。看一下这种无土栽培的优势，就是换茬特别快啊，特别省人工，不需要去翻地，不需要撒肥料，不需要撒有机肥啊，不需要起垄，不需要去覆盖地膜，整个拔开以后，拔下来以后呢，地里填直接就栽种了。你看拔完一张以后，这个蚯蚓粪啊多松散，非常非常松散，看非常松散，直接都可以栽种了啊。嗯，可以看一下，这种大桩无土栽培啊，刚开始那个栽种的时候可能感觉到啊，成本是不是高一点呢、啊、一亩地投资个2-3千块钱啊，是吧，然后还需要装袋子，再摆地方袋等等等，很麻烦。但实际上你第一次的麻烦都是为下一步以后换茬的时候做准备的。你好比说现在我们甜瓜结束了啊，马上要种番茄，我直接拔上来以后呢，袋子也不用动，是吧，然后地瓜袋摆正摆好以后，直接一桶上水，清水一浇，一洗盐，然后第二天这个番茄苗就可以栽种上去了，做到了一个省工省力。也就是换茬的时候，我几乎成本是非常非常低的，严格说低到哪种地步，可能我就增加了一个工人啊，半天时间把所有东西全都干完了。